正式开始，南内蒙剧组四月十五号正式在横店的恭亲王府举行开机仪式，祈祷上天保佑我们这个剧组从今天开始顺顺利利，个人身体健康，一拜，二拜，三拜。 谢谢这个我们拿到这个戏的老板杨登魁，在老虎那场戏其实他还特别来探班，天气特别热，然后其实那个我们在拍那个场景非常多人，调度非常难，他也是给我们买水果，特别加很多饮料。